来到乌来的拔刀耳山。那我们从那个宝庆宫走上来，走到这里，那中间有去美鹿山，大概那里大概花了一个小时，然后再转过来到这里。那从宝庆宫到这里大概花了3小时又20分钟，不过这个景观还蛮棒的，很壮观，蛮值得的。那今天跟大宝还有阿邦来，那等一下看有余力再去爬那个什么山啊？那叫什么山？另外一个叫什么山？高腰山。就下去可能要花个40分钟，然后从那个叉点再到高腰山，可能要来回大概也要1个小时。省电了，对，这水柱在下面，前方打雷雨。